今行くから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汉姆。好的，来这款花语卷。今天是8月1号啦，8月1号开启测试。来吧。好，声音跑出来。天地洪荒，日月混沌。大荒幽都山某处。轩辕。大概又是《山海经》卡牌吧。怎么又是罗喉啊？每次都罗喉。好，阴招。演示一下这个战斗系统吧。他是属于那种 BOSS 比较大只的，体型比较大。哎呀，你可醒了？要是再慢点醒来，我可……我们转世了是不是？六道轮回？哦，还没。有 life 又低啊，游戏档好像没有很大、我是云溪，你的转对了，你还可以选择你想最后一步。哦，是创角色啊，这边哈姆啊、没有这个字型，用预设的。神智还算清醒，这副身体也没问题。好的，别念了，我记得有件很重要。这个形象因为你没办法看啊，所以就男女形象别。为什么这边有一个花盆啊？树枝。我可不知道，但像你这样带着些许记忆的转生者真不多见。好，这里是天宫，以后天宫哦，你修炼吧。拯救苍生，不过你现在刚转生，只有残存的一点灵力。那我们前往世界吧，桃源。好。推进关卡的玩法啦，我推进关卡，然后我们前进，遇到了一个拦路小妖，教训他，怎么可能给他全？好，即时战斗，一倍速、两倍速、四倍速还有，不过那个可能就是你的等级要够，然后是 VIP。啊，他们是猴子哦。小蝴蝶，这是你要。有没有这边四十级？还有什么天佑寺？都即时战斗，你还加速？因为那个即时战斗比回合制来得更快啊。好，九清。我也是来修炼的，好啊。好，猴群来了，猴群来了。点击你的伙伴，一起并四季职业站在后方可以。好，出战。今天是八月一号，中午时间，待会发布。录完游戏来发布一下。只要咱们快走吧。原本说我们这边早上停电啊。昨天有那个里长有发讯息过来，发群组吧，我是没那个群啊。说我们这边早上八点到十二点停电，就是线路要维修干嘛的。不过好像没感觉。不知道又怎么延期或干嘛了吧？还是说区域太大了，你这边没事？因为你那个电号啊，你那个家里的那个水电电费表会有个号码，会有 A B C D 什么机组啊，看你是哪一组。有时候我们没电要轮流停电的时候，他会分那个机组去停电。之前停电就这样了。好吧，
要轮流停，轮流限电。今年已经过了七个月了嘛，因为今天是8月1号嘛。我们这边还没有停水停电，运气不错，今年前半年还不错。不然每年都会遇到一两次停电啊，就是要维修啊，或者跳电啊，或是停水啊。有时候水塔故障啊，打不到水啊，打到那个马达坏掉啊，出了一些问题耶。好，这游戏目前还有语音呢，编对一下吧。我们这个普劳九卿，这都是应该都是那个吧，那个山海经里面的一些精怪啊，玄离、朱燕、刑天、共工，这些都是啊，阴招啊，孤火。但我没有看过啊。小朋友搞不好都有看过，因为他爸爸妈妈都会帮他借那个图书馆去借那个《山海经》回来看，还要借《三国演义》回来看。我就瞄一下，我这个给小朋友看的，不会写太难，就比较白话一点，然后平铺直叙，然后写很快这样，看不懂。不是看不懂啊，不好看。我还是去看我的漫画吧，漫画小说吧。昨天又看了两部那个韩漫的武侠小说啊，真是好看啊！爆更啊，一次从第一话看到30-40话这样。因为那个我都是看盗版的嘛，盗版要等人家有更新啊。你去微博通看的话也有啦，微博通就比较慢，后面要解锁，要买代币解锁。所以昨天又看了两部不错的。这是那个韩国人可能不对《山海经》《西游记》《封神》没那么熟。如果他们来做这种游戏，应该会做超强的。升级成功了，这里会产出很多的。还有一个，因为韩国手游也是很强的啊。快速巨灵，因为还在那个新手引导啦，你就点点点，你不知道在干嘛。也是在这里点击升级啊。升级一下。因为有时候点的那没在看啊。继续新的冒险之前。啊，反正刚刚就养成嘛，可以做自己的事情嘛，不行。哦，不行。守月是天宫吗？我们现在桃园呢，我住桃园呢。字不一样啊，字不一样。哦，这可以那个种田啊。林浦。后面的路就靠我们啦。这个我常跟观众说啊，想玩就来玩玩看吧，交给大家了。这边有一个10元召唤，我们来凑一下。哇，淋雨，滴水鲛人，看不出来是鲛人哎。这个姿势很多人都用这个姿势哎。确定。太阳石英雄经验魂晶。会被自动分解哦，那抽它有什么意思啊？蓝色一下就被分解啊，这个节奏很快啊，大概8分钟吧，大概玩了8分钟左右，你就可以自由，我们就可以东看看西看看。哈姆全服第一是怎样？常用阵容，哇，没有画质，这游戏不大啊，就几百 MB 而已，所以画质比较糊。在线奖励没反应呢？为什么？没反应呢？我挂掉了，没错，我挂掉了。不能点啊！
这边可以点啊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些点没反应，世界点也没反应，那我只能重开了，我们重开一下吧。那个是不是？哦，他还有引导哦。一键上阵，确定。好，我们到露西了。怪怪的啦，那个引导到一半，然后很多东西还不能点，网络卡卡的吧？这就是我说的，双方即时战斗，你要加速的话，那不就秒过？他也让你可以跳过啊，二十几，还有天佑一，天佑一，我猜可能是 VIP 一吧，跳过。不行，还不能跳过，不自觉又给他点下去。好，八级，还能点了吧？哦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刚刚应该是那个吧？因为刚刚这边都不对啊，刚刚这边抓不到我的那个常用的阵容卡片。头像可以换啊，因为路服游戏嘛，头像啊、头像框啊、称号啊。我对这次没什么兴趣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一定要用这个设计。他们传统嘛，好多东西都不见了，应该回天宫就跑出来了吧？对啊，出来了，刚刚在线奖励点不了。这可以移动吗？卡住了。哦，重叠了。这个是行脚伤了一个猴子，猴子脸 ，IP 脸。问卷调查，这测试游戏啦，要你写问卷吧，有点水墨风这样。然后这个是聊天吧，哦，还有部落工会吧，有些还没开哦。然后这个是公告，哦，这边有那个礼包码 SH6666。路服游戏你用那个 APP 下载的时候，它都会直接在 APP 给你啊，要去领。比较不能在信箱里面领奖励啊，或是怎么样。礼包的话，礼包码不一定，是激活码、礼包码啦、福利码。这边是签到是不是？我签不了，我签了。快速距离，神链分解，签到日常，不知道刚点了什么，因为都累格哦。这里啊，周场哦，我刚点了周场，这才是签到。寒日萧萧上锁窗，梧桐阴恨夜来霜。这边是转盘吧，占卜手冲朱雀哦，灵屋群体灼烧，这卡牌台服不一定玩得到吧？我觉得不知道，就我感觉是还好啊。有些游戏你一玩就觉得啊，这个类型台服会出啊，它的那个画风啊或者玩法啊什么的，一看就觉得感觉会出。这款给我感觉是还好。天宫世界，然后露西故事，这个已经变成我们的那个庄园系统了，农田系统好像不能盖。不是没有种子吗？种子，没有种子是不是？这好像是召唤券啊！我们刚刚在这边领了十张召唤券啊，然后就去抽啊，然后现在要有两个小时左右才可以领到这个召唤券一张，领不了。啊，露西，
LV7119 一阵上阵出战，敌人是 LV2，直接秒这个肉盾嘛，后排输出，前排是肉盾。哎，还有剧情。Life 2D 动的还蛮大的，连树都有哎、欸，树啊，风吹草动啊，还有这个小鹿在后面跑。它就是画质比较糊一点，档案没有很大、啊。就是你如果玩一个游戏，你先判断它档案大小，超过一 G 的应该都不会太差。啊，这可能才几百而已。音乐也不错听，这种古风音乐，五色石、五色鹿，哎，鹿仙。啊，这是大哥哦！我刚以为躺在地上是个美女，哎，没事，是不是？啊，恭喜升级啊，二至六回上页，又有新东西要开了。阴阳炉，刚刚我有开啊，我不知道要干嘛。神炼，哦，炼出装备来，那装备要自己炼炼化。点击这里，穿戴中，点击以前可以更。好，我们主角有装备要穿啊。又变强一些了呢。好，朱雀姐姐。修行半满。云系。我有一位要好的姐妹，朱雀姐姐是天火燎原阵容的南明离火。好，朱雀姐姐是我们的手术架吗？我刚好看到。刚看过，刚刚都先偷看一下了。好，那我们就试玩到这边啦。好的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你有想我吗？